冰起来偷偷甲我享受。哦，我甲你当现金挂保证，你唔捌食过这甜的干贝，全部五个人家，规仓库满满满，比人较悬，吨有够侪，要恁爽的。我还讲啊无安尼啦，废话莫伤侪啊，真欢喜啊，一包你啊。来，送人了，全部三个，赶紧给钱哦，一千元，一千块三只干贝，你不会了，一千块。干贝够没有？一千块，干贝一千，一千了，谢谢，谢谢，送给钱啊。两个头前边啊，对啊，妹妹。你敢有亲戚无？有没有朋友？食袂了，送给你的亲戚，送给你的朋友，我送给你，给送啦。我还讲，送先给钱啊！你若买会到，恁要几单送伊啊？再过来，最后搁一个给钱，啊、一千啦，收钱，啊收钱，啊袂刷，你当作刷啊，啊袂刷，啊袂刷，干杯，干杯，给个，啊袂刷呀！你当作安尼尔，啊袂刷，我惊你食袂完俩，我绝对让你食到欢喜的。我敢一个人落过来百件，我唔止落过，我对这句我都有信心的，我唔捌真正唔捌食过这甜的。两个啊！只要最后一个给钱，我这就含普通纸也同款啦。你只要最后一个给钱就好啊。我送你，你送啦。我妈呀！免地退钱，一千块报地去啊，一千块。两个啊！我食好爽，一千块。吃好欢喜啊！一粒麦子全部搬来，我无要紧啊，卖足济啊。两个啊！报地去啊，一千块，我一个送你一千。来一个啊！千块，吃好欢喜，吃好欢喜。大佬，对不？最后要坐一千三，要坐一千。应该你吃大个阿妹，你应该捌食过这甜的干贝啦。一千块三百来一千，来一千啊！做人要食干贝无？一千，一千啊！我俗话你，你著加买挂。我若卖你足贵的，你著买三百五百块，我著卖你少，你著加买挂。做人要无？一千，来一千啊！拢有啊，来。你无出手的人家，你甲我摕那钱块嘛？你买一半，我无甲你送啊，贵五百来。来五百。一包块，一包块。小家庭你无买来五百来，五百块。五百。有人要五百的无？吃不了我来讲啊，阿妈都要同款啊，无甲你送啊贵啊，五百来啊，五百，右边啊，来靠近啊，来五百，右边啊，来五百来，来这边来啊，这个来啊，这个来啊，阿无甲你送啊贵啊，同款啊，金马啊，真正甜啊，真正甜个无变，哎呀，这个五百啊，真正甜啦，真正甜啊，你买十块真甜，我一到我贵，我水贵，拢无生意我来啊，来这，来五百个要吃，五百啊，做几万给几块片啊，五百啊，五百个要来无，哎，五百。有啊，有就是啊。啊，这我干赔一注真正甜，我绝对无甲你骗钱。你买五百，我袂来。买五百，五百啊！你看人家买到安尼啊，对。哎，五百会来无？啊好啦，你若多买，你搁买遐少的啦，二啊五落啦，试看卖啦，两百有啦，小家庭的啦。你买袂过，买二啊五先吃啦。收袂？吃啊吃啊，两百五来啊。二啊五够袂啊？小小家庭，我们快就好。收袂？来收片，来迄个阿姐话因讲吼，来这边吃。恁今日食一寡好物件来，你讲要食你一块起司几块价个？三百要先底给伊无？吃，吃啊！来，恁上面食这起司几块？这几块内底加起司的，这一包是我较早两倍量，一包卖讲二啊五，两包卖讲五百，先给钱两百了，卖两百。来两百，来两百了，阿姐。来两百块，上面食起司几块？两百块。加几个啊？来两百，这大个啊！好的，那我们讲起司鸡块吧，两百。起司鸡块，够老板姐吧，两百。我一两斤啊，我不服嘞。够老板一百吧。哎呀，这真大只的东西，大个。老板一百。哎呀，大了，我带几个包进。包老板啊。一百哦。来，这个我吃掉哦。行，到豆乳鸡。豆乳鸡，我吃。好啊。这边搞咩地情况？来，这我先讲你这边。来，你有听讲吗？来，来，迄个。我话两百，每一场上面吃，来这边三个，咸猪包起，我话袂袂好。三个，啊，你加葱抓饼起来，葱抓饼啊，来一个，葱抓饼啊，我，不要，一百，葱抓饼啊，我，来多一块就一百啦，来一百，来一个啊，一千块来收了，来两个，无一个，来一百，两个啊，送我，一百够袂来无？拢有啊，谢谢大。来，来去报报，来边报啊，边报，倒落去啊，就是倒落去，莫着报，是吧？阿姐话恁讲吼，全部人别注意听吼。来，你也走来吃，你有人要吃这无？这叫葱抓饼，一包几块？十块。啊，来八九斤工程，全台湾送来完一个八九斤啊！我拄仔拣到一斤上好食，无甲你好食，我捌食过真好食，拢免人物件，啥物拢卖人啊！啊，当然打折了啊！三百五百分一包十块，上千块钱的生意哦，一包了。打一百，打一百块，打折了哎，打哎！哦，你等我一下，等下马上送。来这边，一百块。OK， 四个。好起来啊 ！OK， 签的嘛，等一下找没有？一百呢？来这啊，你叫你。这样，来找。五千，再五个，五个，六个。这样两万一包。打一百啊！
这包是全台湾上夯的商品，叫鸡薯条，应该你拢阿妈吃过。这全台湾恁同阿出来尔，五十块家乐福啊，全联拢有这家鸡薯条上新的。啊，我同款大包上哩，你要一包、要两包、要三包，你家己呛声。一包卖三包，卖五包，上新价钱的鸡薯条，一包都做好食哦。一百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四块，五块，六块，七块，八块，来，一包。来，老师，阿你先我开始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来七来百啊！哎，平安的七啊八，来，我刚刚买啊，OK， 来平安几来？拿钱的，一百个咩？基础料，一百块接力啊，中奖 ，OK， 一百个咩？加平安的呀，来一百个要吃吗？哎，一百个是谁？我今天要分你啊 ，OK， OK， 一包嘛，菜刀都借给，来个来咩？加啥？加点面皮，来青米姐，来个来咩？加萝卜糕。这菜老贵啊！哎，春节了，这菜老贵的话，你拢一只真正的做好吃，有人买买过无？手举起来，有人买电话去打买过，买你好吃无？来送，请来吃。我这碗菜老贵盖好吃，我无咧好笑的，伊只港式的啦，小煎煎足切，一包百五，两包三百，唔免三百五百，一人买两包当试吃，两包我了。来两包。有人要吃菜老贵无？两百块。哎，两包。两包，人要吃萝卜糕无？两百块啊！我来讲话，一个人加加钱啊，我加一包送你，我变两千。两百块算不着。哎，两百。哎，你有人要吃我的铜锣烧无？日本的铜锣烧无？有人专工为着迄来无？铜锣烧吗？三百面几啊？我面两百块算不着。哎，两百。买两个。你个菜头粿，你存车俩，我来帮买。哎，恁菜头粿搞买两百盘咧啊？我嘛存车啦，我加一包送你啊，四包啊，四包啊，三个了，三个了，两百了。萝卜糕，港式的啊。两包。你哪底有加萝卜的啊？来两百个，两百吃无？两百块。萝卜糕。两百个买来无？拢有啊，我无爱好食，我是包菜头粿，你遐面真正够好食，一百楼你妈要过试下，我试试，试试看看没有关系，一百块，试试，有人要一百的无？来开始，够人要一百的无？妈要过要一百，一百块，我给一百，一百块的要吃吗？一百，以上拢有啊吼，谢谢，好，以上我要换一样高级的给恁吃，恁准备好无？虾也加加，三百点一只，虾也加加，我来讲啊，做一个紧抢啊，来加加，紧抢啊，一届都没有去啊。有人要吃虾啊，大只个无？我一定卖三箱去啊，三箱我无甲你骗你吼，三箱来，活动白虾，活动啊，即活动啊，即低价切身，即 Q 啊，来，我大只，恁家己用恁目睭看，我唔免讲伊偌大只，恁家用目睭看咯，只粗，只粗，即叫三叔啊，大只，好记个，三叔啊，脚拢红色，你家己看，脚拢红，即叫红脚啊，我来讲，爱食唔免三箱，两千块啦，先加钱一千五块咯，一千五，来你望下，摸嘞，一千五。哇塞！莫停啊！我好气我。哎，一千块上面吃一千块。一千啊！有人要吃活动白虾无？一千。一千啊！活动的白的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块。一千啊！你那交一千块，我送。
今仔交尾一千只也给我送，全部四个人加才无够，一千块送要吃。一千啊！活动大只的白鱼，一千块人要。啊，无安尼好啊啦，免考虑啊啦，以后搁来啦。全部三个加钱，第四个卖给啦，一千块啦。一千啊！一千块送要吃，活动白虾大只的啦，一千啊！一千块人要吃无？一千啊！一千啊！你又来到几千？一千啊，两千。两千。一对。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吃也袂恁鱼啊，我恁也免饲我啦。是无看到吗？无钱啊，我有我。这大声呢？大声哦。是啊，这一千块有一个袂恁鱼啊，我呢。你若外口买着钱起来，你物件起来，我钱用你啊，好不好？来啊。破半价，两个人加买，两个楼啊，唔免看落啊，一千楼破地价。一千块。你若买着起来，用我。一千块落啊，一千块。哎，最后搁一个一千块，好一个啊！活动拍摄搁一个一千三，要一个一千，搁男的也无一千块，一千啊，一千啊，一千楼，哎，一千楼，拢有啊！来，你无买，人家记住你一定爱买，真正开得甜。我甲今麦这两块，上届无卖四百，收就是不好笑的，四百楼你买袂过，四百，四百你买一个，买袂过你买两块，才看完四百，哎，四百，四百搁男的也无，活动拍摄四百，四百掏钱啊，四百搁男的只也无四百。无人大只大卖，遐行家你袂食两包，我敢大只甲你讲个啊，我是真正要回馈予你呢。最后佫一个人加两包，够买也无两包。小姐，小姐，四百啊，讲唔对，两包，四百，四百，四百。最后剩一个人加四百，还是你买袂过想要试一下？剩这三卖佫赔啊赔啊无两包收起，两包了，你买袂过要试啊？两包就赔两个，收起啦，两个，两包啊。最后一个两包无啊？两包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两包无啊？两包。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好，我下你吃了。来，过来，你想要吃啥？我讲，意大利面好来，来，来，意大利面。